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潘潘，今天是5月1号，拍摄时间是5月1号，但是发布的时间就不确定了哈，因为我的作品呢都是预发的。刚刚运动完，就是有一个运动软件，就是跟着它做运动，在家里运动就好了，消耗了136卡路里，太累了，好久没有运动了，所以呢就做了一遍。一遍的话有几组啊，一遍有8、9组动作，不对，不是8、9组，1组、2组、3组、4组、5组、6组、7组、8组，对，8、9组，一遍有8、9组，然后不对，应该说一遍有总共17、18，对，17、18组，然后可能也就花费个20分钟不到，对，就能结束，就很累啊。现在我的体重不算胖，但也不是瘦子，我现在体重呢是113、114，那身高是1米67，是标准体重吧。但是呢就是有一些地方，比如说我的这个胳膊这边，胳膊会有点粗，然后肚子会有点胖，然后后背就是背这边有一些肉肉，大腿内侧有肉肉，就是属于这种隐藏型的肉肉在里面。然后想要更苗条一点，紧致一点，对吧，趁着夏天的时候就好好先运动一下，慢慢减也不着急吧。前面几个月的时间一直嚷着说要减肥，然后减了一天两天又停了，就这样子。现在呢又开始新的减肥，不知道这一次能撑多久。然后计划今年10月份带球球回台湾，让他熟悉自己的家乡。所以呢10月份回去之前呢，希望可以瘦到理想的状态。对，瘦到理想状态回去的话，因为台湾很热嘛，还是可以穿夏天的衣服秀一秀身材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球球早安，球球早安，你说早安，你说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，不能扔啊，这爸爸的证件呢，不能扔，奇怪，不能扔啊，没看见的就不见了，不能丢啊。球球往后退，退退退，倒车倒车，倒车倒车。哦，堵住了，东西。你看着吧。出来了。这个水脏，打不动了。今天准备给球球理发。来到理发店门口啦，等爸爸过来，我们两个人一起按住他，因为头发太长，洗头也不配合，然后天又开始热了，所以给他剪一个短的发型。现在就开始哭了，宝宝一会儿就来了，请记住他现在这个样子。但是我也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剪成功，因为我去了2次，2次他都不让剪，因为那时候就我一个人。两个手好冷哦，臭臭。再来吧，再来。你看了，你看了。真的，你们俩长得好像。不叫。不要吐。头发没剪成，在哭，哭得可厉害了。哎呀，只能爸爸给他剪了。慢一点，不要撞到东西，真棒，会
转弯了，对，会转弯了。现在去拍汽车的视频素材，明天把之前在家里收拾的一些母婴用品已经收拾出来，就是明天就把它带回。哦，飞机，就是你看飞机，哇，好大哟，能看到吗？看不到，哦，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，萌萌看得到。明天带回去，然后姐姐和爸爸他们今天就从表妹的婚礼现场回来了，因为就嫁女儿嘛，就很简单，中午吃了个饭，所以他们就吃完饭今天就赶回上海，然后可能下午最多五六点吧，六七点可能到家了。然后明天去把东西送过去的时候，顺便把那个回礼拿给我。姑姑呢有给球球包了一个红包，又包了一个红包给球球，以及就是他女儿结婚的这个回礼，可能是一箱酒，或者是一盒糖，那个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，我明天拿看一下。好，这边玩来了，哎，走了，我们回家了，好不好？现在是下午的六点钟，其实还不想回家，还在这里玩。这是我们的小区啊，小区一角，风景还是不错的，就是水有点浑浊。不丢了好吗？不丢了，前面还有个河呢，我们去前面丢呀，好吗？走。哎呦，慢一点，真棒。哎呀，好，好吧，自己起来吧。痛不痛？不痛吧？手手拍一拍。走，前面有河，我们去丢吧。自己染了个头发，叫棕褐色。可能现在看不出来，阳光下也能看得出来一点，棕褐色，还行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了，喜欢胖胖的可以订阅支持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小广告看一下咯。他为什么没有那种开裆裤可以直接？就是给他保暖的吧，因为他今天就是睡觉时不是有一只手出来吗？可冰凉了。你拉屎吗？两个脚拎起来。没有啊。没有啊，那刚才拉屎用力干嘛？对啊，脸那么红，知道吗？你屁股拎起来看有没有屎。没有的话就要穿上吧。没有啊。那就穿上吧。是不是有尿尿还是什么？也没有。好认真呀。这么小就会挣脱吗？屁股没擦干净，谁换？不是啊，应该是刚刚有在用力吧。你拉出来一点，没有，两只脚啊，你就生气了，是不是不敢抓？爸爸不敢用力了，明年就把你捏死。啊，不哭了，小悄悄。晚安。哎呦呦呦，可怜了。那小脚多小，哎呦，配合一下，怎么搞不定嘛？绑一下呀，贴上就好了。那贴很紧。然后松一点，留个一指空气。
然后把那个翻下来，肚脐夹露出来。它松，它松会漏尿还是？会漏尿吧，小心肚脐夹哦。好嘞，太松了，爸爸越来越熟练了，可以了，到时候让护士换吧。又哭又哭。脚脚烫伤，脚好冰。去吧，给他穿上，赶快给他穿上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